哎，有车友吗？哎，有哎。大家假日午安，哇，现在中午了哈，准备吃饭了，对不对？今天特别特别的热。那今天KT 哈，我是 KT 避震器制造工厂的经理。今天想要跟车友们来分享的，当然是奥兰德，因为我们在社团奥兰德小欧里面直播嘛哈。那这一款车是奥兰德 2.4 升，然后是二轮驱动的。车友啊，本来已经有改装的，是这个，其实我自己认知是不算是改装，因为这个是 KYB 的黑桶。如果叫改装的话，我自己认知啦，应该是 KYB 的蓝桶的等级啊才叫改装。像这个是 KYB 的黑桶，在我的观念来说的话， KYB 黑桶它只是一个品质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正常零件的一个副厂选择的一个选项哈，所以如果要改装的话，我个人还是会建议啦，用蓝桶之类的，或者是TIN 或者是 KT 这种改装套装式的避震器哈，它整体的效果啊还才会比较好一点点。那这个是 KYB 的黑桶，这个是日制的哦，这个是日制的，不是 YKYB 永华制造的，这个是日本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啊，我用前镜头，所以对不到焦哈。哎，这个是 KYB 的黑桶，这个是日制的，这个品质的话非常非常好。那可以看到哈，这个大概车主有说大概用了两年了哈。那我从这个角度当中，车友们可以了解到啊，它的上座是有斜度的，啊，它的上座是有斜度的。它的用久了之后，会有两个状况，第一个，这个橡皮。它会往上，因为避震器是摆这样嘛，所以橡皮的话会往上做挤压。第二点是这个上座哈，它的一个滑丝哈，会因为上座的斜度，这边已经靠得比较近了，这个角度有点难对到，这边是靠得比较远的哈，所以在上座的话，修蛋姐，在上座的话哈，角度的话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好，这个是。后面的部分，那前面的话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前方的话，有的车友的选项是会用 KYB， 然后是有一个短弹簧的配置哈，那这台车是一样是用原厂弹簧，哦，这个也是，这个不是 KYB 的哈，这是前方的话是其他品牌的，那这一款车前方的麦花臣悬吊系统跟。30的 Fortis 底盘一样，可是后方的话是不太一样，因为后方的重量的话比 Fortis 还要重的不少。后方的话，如果要调整阻尼的时候会比较不方便，因为 Outlander 后方的话是一个密闭式的，所以后面如果要调整阻尼的时候，软硬度了哈，是需要把避震器卸下来调整好之后再装回去。可是 KT 的话有做了一个延长的旋钮，可以来调整阻尼。好，这个地方有一个旋钮，啊，在驾驶座，帮我补个灯的哈，谢谢，好，这个延伸出来的旋钮哈，就是来调整软硬度用的，所以不需要再拆卸下来就能调整软硬度了啊，所以会比较方便一点点。这个是 KT 才会有，可是这个在安装时候会比较麻烦，因为需要把内装哈把它拆解开，然后钻了一个小孔。让那一个延长调整杆啊可以延伸出来，才方便车友来做调整，所以在施工的时候的时间呢，啊，会稍微比较长一点点。那后方就还好了，后方的避震器倒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唯一一点就是，如果后面的车高啊有要比原厂降得很低的话，这个仰角调整器哈，会建议啦一并做改装，因为后轮的多连杆悬吊系统。如果啊车高降低的幅度比较大的话，它的 camber 角度会比较趴，那就有可能会吃胎。所以如果车高有要降低，像今天的车友并没有降低车高的需求，所以后方的话就不需要再改装仰角调整器。后方的话是配置七公斤的弹簧，前面的话也是配置七公斤的弹簧，可是前方的弹簧比较特别，前方的弹簧是做一个灯笼状的弹簧，让它的舒适度的话。因为再怎么说 Outlander 都还是修理车哎，车友包含一下，因为今天没有小帮手可以帮我拿镜头，所以我是用自拍前镜头的方式跟车友来做介绍。
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太到哈、哦。它前方的弹簧是一个灯笼状的弹簧，200×7公斤。那 Outlander 是修理车诶，如果我们是用直卷弹簧的话，它的回馈感觉的话会比较直接一点点，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的好。那如果是用灯笼状弹簧的话，它上下作动的行程啊会多了 30%， 然后它的乘坐感觉的话也会比较舒适一点点。还有一些小细节的话哈，像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啦、ABS 感应线之类的，这些都是跟原厂固定位置是一样的。那这里有，这个是离载串，离载串的话不需要再多花钱换改装的、换可调式的之类的，就直接用原厂的离载串就可以了。今天的车友有说它的里程数大概10万公里，可是我们检查一下离载串的状况啊，还非常的好，所以离载串的话就不需要再做更换或者是汰换。那前方的话，车高调整是靠这个蒂芬尼蓝颜色的上方有一个银色齿轮状的托盘哈，这个齿轮状的托盘悬松之后，我们调整它的整体长度长短啊，就能改变它的车高。那前面的阻尼调整就比后方简单多咯哈。前面的话，来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是我们所附的，我们好 KT 的话前后都有附一个全新的上座。那这里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软硬度的，所以软硬度的话在调整软硬度之前还有一个功课要做，就是我们要需要把胎压打到正常值。像今天的车友他有说到他的胎压都习惯打到40 PSI， 40 PSI 如果是安装原厂的避震器的话那倒还好，因为几乎已经濒临胎压的上限值了。可是改装避震器之后，如果胎压还打到40的话，低速一定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颠了哈。然后我们刚刚也有看了一下原厂在驾驶座门打开的 B 柱下方就有一个建议的胎压值，原厂是大概 2.28， 换算成 PSI 的话大概32.33左右，所以会建议车友们在调整软硬度之前先把胎压先设定好。那不论是今天是不是装 KT 的，都会建议这么做。如果把胎压设定好之后，我们再来调整软硬度。软硬度的设定的秘诀，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前后的话倒是可以不用做，就对称没有关系。那像是 KT 的用料的话，其实也用得相当的不错哈。而且刚刚有说到了，前面跟后面的上座啊，我们都有附一个新品，不需要再拆原厂的来沿用了。假设这台车像今天这台车已经开了10万公里，我把前面上座拿来沿用的话，也许有可能装一装没多久之后上座如果损坏掉啊，就比较困扰一点，还要再拆装一遍。但是 KT 的话都有附前面跟后面都有附一个新品的上座哈，所以在技师拆装来说的话也会比较缩短不少的施工的时间。那在KT 的用料部分的话，我们所使用的油品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是从意大利进口的，不是来台湾。像是像有很多的车友啊，推崇的是日本 King 的品牌。King 的话，它所使用的油封一样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所以 KT 的用料啊都相当的不错。那 KT 在北区也有北区的经销商，中区的话有飞鱼底坛纪演，都是我们KT 销售的一个通路商哈。在花东甚至是高雄的话，也都有店家可以帮车友来做服务。那如果车友有想要试乘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很欢迎在FB 上打上 KT Racing 搜寻看看，我们就有小编可以替大家来做服务跟解答。那今天的直播比较简短一点，谢谢车友们，谢谢，拜拜。